会啊，每年都有投。今年是选举年，随机街访近二分之一民众都知道年底要投票。就是报纸上面那个政见的部分，看觉得有没有不错的政党还好。您不管政党，看人吧。异口同声，选人不选党，年底选举可是小英执政期中考。根据未来事件交易所截至1月14号的预测，六都中高雄、台南、台中、桃园，民进党执政的胜率依旧过半。新北、台北人选未定，最难测。彰化南投现阶段，国民党胜率则较高。今年太阳花学运的这个力量已经慢慢消失了，也没有像过去2014年那样的一个激情，所以民进党没有像当时的环境，加上你中央的执政，一定带来很多包袱，所以我认为会掉几席。学者分析，年底地方选举，澎湖、宜兰最可能由绿转蓝，但曾经精准预言金融海啸、小英2016胜选的政经预言家 Master Wang。话说得更直接，可能国民党会拿到6，民进党拿到4。认为民进党2018年底选举可能失势，他更预测台北市长部分柯P可能无法连任。台北的话呢，如果国民党派蒋万安出来，台北市国民党就会拿回，柯P没机会。他出来选的时候，我就讲了，他只能做一次而已。选情瞬息万变，预言师的说法只是参考，但随着大选脚步接近，各种政治预测也纷纷出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